开始录啊！我们每次都会在那个还没开始之前就讲出一些有的没有的，我这个都是别人讲的，我没有。哎，所以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是要去那个了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搞是不是？我们上一次不是拿了一个宝物还是什么？哪一个宝物？那个制作配方啊，那个是不是没办法做啊？现在要很多面包吧？面包要两组。然后南瓜要半组，我觉得面包不是问题，是南瓜派的关系。南瓜派要半组，然后牛排要四分之一组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最缺的就是缺糖跟南瓜，我觉得。南瓜现在这样种起来应该会长产蛮快的啦。对啊，现在主要是糖嘛，我现在甘蔗这边也是在种一排啊。好。还是黑魔法、大坏蛋？你要怎么黑魔法、啊？大坏蛋的蹦哦，就直接长哦，长好快哦！大坏蛋的蹦，你知道讲什么东西吗？那可以在黑魔法变出一只牛吗？太多了，我们的牛缺一个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要使用黑魔法需要献祭出你身上一个某种部位，你知道吗？哪种部位、啊？什么部位？就是你自己挑啊、我觉得那听起来很像变态，听起来好奇怪。那我先记这个头好，这一颗。被打啦！被打了！我给你一颗蛋。你要吃南瓜派够了吗？所以还是去牛排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刚放了17个南瓜进去。南瓜派要蛋吗？要蛋，手上有一颗跟糖吧，塞进去。蛋跟糖。好麻煩喔、我们的鸡也只有一只。对啊，我们要盯着它。那可以没办法，魔法变不出来。对啊，好吧，那就之后吧，之后再做吧。你原本以为大坏蛋玩就可以的，没办法了，那只好出发了。那我们就去那个吧。黄昏之岛，献祭你的血，让你的世界加速一下下。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我、啊？关我什么事、啊？你的鸡蛋为什么是我、啊？有关系？你在干嘛？太过分了！哎呦，真的蛮痛的。多少颗啊？刚刚我的血只剩下两颗多。对哦。啊！是两颗。痛歪哎，超痛！啊哦！那我好像到黄昏之地了吧？应该是这一座。哦，你到了吗？来，阿布里，阿布里，蹦！啊！我蹦到土里面去了！哎呀，好了，蹦，这里应该是这里吧？哦、然后那边好像有神殿的样子。哦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找那个书啊？对，他的书咧，应该是在他的大门口这边吧？居然是放在那个地方。哎、欸，重生你要不要设置一下？可以去点一下，设置一下。哎、欸，蜘蛛，你后面有蜘蛛？他变成粉末了。好。来，我复制书给你。好，黄昏神庙，从进入场景右侧第一条通道开始冒险，观察房内按钮并解开按钮谜题的解答，打开启左侧第二道门，击败左侧第二道门的守卫，开启右侧第二道门，通往地下，查看各通道内粘土块与矿物砖的搭配以及场景的密码所提示，密码所解锁通往上层的路。是找寻放置矿物砖密码锁的地，击败守卫后开启右侧第三道，通过迷宫。哇，感觉超多的耶！我觉得我们一项一项做吧。对，我们一项一项做吧。好，我们先进去右侧第一道通道。好，右侧第一道。我头痛了，我头痛了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一个又比上一次还麻烦了耶。哎呀，蛋，有人被受了，不要献祭我。这里吗？这里在右侧。哎、欸，这边怪真的很猖狂，有点多哎、欸，有点多。右侧第一个地方，来，我进来了。右侧第一个地方，走。你们进来吗？这里。好，欸、跑酷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有个工具手在外面哦。跑酷、欸，跑酷，走喽、欸，跑酷喽、欸，跑酷。欸、等下，音乐。你是要击飞过去吗？你想要射人家屁屁吗？哎呀，哎、欸，这样、哦、你不会比较好。失败了，是人干嘛？可以有机会啊，跳不过去，跑步好长哦。哦，喂，我跟你们哎、欸，还有窟窿，太邪恶了吧！射他！等，记录点，记录点，点得到啊？我点不到，哎、欸，好、哦、啊，要挪一下，挪一下，哎、有啊，这样有啊。啊！我下来了。
啊，有了有了！哎、欸，雷耶！哎、欸，滑下去了。好，继续往前。哦，哎、欸，里面深怪砖很密集耶，说实在。哦，好多、哦。哎、欸，要左右两边呢。我先挖右边的。我只想先把深怪砖挖掉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欸、这边有洞哎，这边有洞。嗯，只是他是跳下去，不能回头的。你就先不要下去。可不可以插右手边墙壁上？右手边，我们统一。我帮你插地板上。哦，插地板上，我先插你。哎，插什么？插什么？插什么？在地板上。OK。这边有一个洞。对啊，这边这个洞。那这个士兵，等下我手这边按钮会有一个啊。他刚刚有说那个按钮是不是？观察房间内按钮，并解开按钮谜题的解答。先逛一圈好了。啊，有水桶哎。反正可以得知的是那个按钮是一个这样。坐。哦，这边有按钮。我看到按钮了。地貌的按钮将成为关键。我这边得到提示了。哦，地貌什么？的按钮将成为关键。地貌是谁？地貌，你可以说是哪几个字吗？没有，他的意思说，我这里也有一个。我这里有一个左上角不一样，左上角不一样，一个是右下，一个是左上，一个右上，一个右下，一个左上。啊，这边有一个是左中，左中，欸、对呢。啊，哦，所以啊，我懂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去找其中的地方点，然后点的顺序就是这个的顺序啊？我知道这里有一个岩浆门，所以你是说第一排是左上吗？我这边是左上。哦，所以是不是上面第一个点左上吧？哦，被崩了。左上，然后呢？右下这边有什么？对。哦，真的是这样哎，被我讲中了。哇哦！所以是怎么样？来，你们过来我这边。我在哪里？哪里？你们在哪？看到三个那种六个按钮的那个样子吗？对，有一个是。左中是木质的，一个是右下木质，一个是左上木质。对，然后跑到这边来，这边哪边？你们在哪？哦，第这里哦，这边有按钮，你看规格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边有讲说异貌，你们来看异貌是这个意思啦。异貌哦，按钮会成为关键，然后照它的方式点就可以了。所以是照我们看到的按钮顺序吗？对，不用顺序，它应该都按就可以了。只要都按就中跟右下就好了。了解。好，所以异貌是谁啊？好问题，可能忘记整啊。我开启的大门是……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刚刚的岩浆大门？我刚刚跟喵哈有在找到的岩浆大门，那就过去看看吧。没有，岩浆大门没开。哎，这里是开。路上有个东西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路上，来，我来看。那个往下去的路，哎，那是杰克下去的地方吗？有一个暗暗的嘛。说有下去过。对啊。这边有，这边我下去过了。这边是那个左上。哦，那边上。那我刚跟雨月的地方，应该那边还没探完，再往下一点。嗯，他是说开启左侧第二道门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到最外面那边，然后找左侧第二道门。嗯，还要走，所以这边已经结束了，可能之后还要回来这边吧，我不确定。这大门开了，哇！可是这边有往下走的路哎，就你刚刚讲，这边也有往下，那也可以先看。哎，这边是跑酷哎，这是跑酷吗？往下的地方，那个这边还是我这边？哎，那个哪？哦，这里有箱子，箱子不行，先去箱子走。录下来，真的。所以你拿到了什么啊？我拿了。你没有什么？那个铁胸、铁腿，然后两个锋利剑、锋利金剑。好，没有很好。那你要怎么出来啊？啊，马里阿布里阿布罗轰。那个、啊、往下这边，你看那个天花板。哦，往上爬吗？哦，往上的路。是感觉。好像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爬，可以，这可以，爬得上去。收到水，那用水爬就好了。好主意，用水爬就好了。可是我这个会不会其实是装饰品啊？哎，上面是不是有类似路的地方？有吗？怎么觉得它是装饰品？哎，用水爬真的不没问题吗？最上面有箱子，最上面有箱子。哦，原来是因为最上面的箱子的关系哦。一霞光碎片啊，然后对，就一些东西啊，没什么。好，没事喽。
把霞光碎片拿走。好，下去吧。哦，啊，这一关藏蛮多宝藏的。嗯，真的，啊、大宝箱。我点不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点到了。教你一个小技巧，在那边，按 F5。好、哦，你就可以看里面，对不对？哦，转。对，还有绿宝石，绿宝石砖。哦，可以升技能的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游戏吗？等一下，好像错了，好像错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去吧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找到东西。啊，你又找到什么东西？这里。哦，这里装备、力量钥匙、续集药水。他藏太多宝箱了啦！我想要在这里晃一晃啊。这里没东西。藏很多东西。对。走喽。吧，哇，他怎么直接往里冲啊？好痛！哇，我被吓到！是打 boss 的意思吗？哪里？他跑过，哎、欸，他们互相打架，他们互相打架。哟，哦，这皇后战士跑好快，很强啊！哎、欸、小，哪有那么强的 boss？ 哎，好，帮我撑啊！帮我撑十秒、啊！哎呦，妈妈，他超痛的哦！杰克，杰克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杰克，只是他跑太快了，跑得比你还快。他快，你们跑哪去？平常都用那一招，怎么这次不用那一招？哈、欸、对，船，啊！这里后面有一艘船，后面有一艘船。这里，瞄他后面。这里有四道瞄号的站。哈哈哈！陆船。我突然觉得我待会要那个打东西打不准。他怎么不上了？这里啦。哦，上了。撞上去了。结果杀不死，有没有？啊！船被砍掉了，啊，有了。杀得死吗？应该杀得死。哎、欸、咻！他比 boss 还哎，杀、欸、死了。死了。哎、欸，什么？对面出现了微声响。对面哪个对面呢？是他出生的。所以是这一个门的对面吗？这里。哦，击败左侧。啊！下一道门，对，下一道门。哦，你走神了。摔死了。看到有人摔死了，你怎么会摔死？我会玩这种，还有我呀，我忘，还有，掉吧掉，还有，还有啊！无蜘蛛的家，61记一下，好，61有东西。哦，61，我以为是，我以为是这个，我以为是61，不是，61。我以为是61耶，太多了。来，感觉这边是不是要找密码？我看一下，61。哦，没有哎，他是要看矿物的搭配。那他这是什么鬼啊？61是什么鬼？哦，左边传送管。我走到这里就变跑。这是岩浆哎，我走过来而已，我只走过来而已。那是强制传送吧？这里强制传送，这里走不去了，而且出不去哎，我被困住了。所以一定要走。哎、欸，哦，变冒险模式了！哎、欸，他这边居然会记得用强制跑酷吧？跳过头了！真的，他这里会记得用冒险模式也不错哦。哎呦，我要杀、哦！啊！哎呦，杀！有给我们金苹果啊？是有啦。杀、哦！炭火！我又自己跳到岩浆里了。要杀、哦！不对啊，金苹果没炭火，也没有哎、欸。要附魔的才有，要附魔才有。啊啊！看啊！跳火就跳下去了啊！哦，上面好暗啊、哦！可是我要到了，好，我到一半了，而且还有是不是还有方块会不见啊？让我看错吗？哇！咻！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心机哎！等一下，你那就加了。哎、欸哦，这个方块啊，我是要算时间差，太、欸、心机了。你先走。哎！你怎么直接跳下去啊？那边很心机哦，那个方块你要算准时机。哇！来不及。好，下一位选手。哦，来了。下一位选手。啊！布力蹦。拜托。等一下是换我。神手呢？我最强，我最强了。哎呦！接过一下。好，你过。
哎、欸、小，哎、欸、啊！他、啊、到底要烧到多久啊？不知道。你、欸欸、我要按按钮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哦，按啊，按，好按。按哦，其实他有，哎呦，哎呦，哎、嗯、呦，箱子你们自己拿好了，箱子你们自己拿。被、啊、碰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我被推下去了。啊！这个画面真有趣。什么？你身份证啦？分我拿，分我拿走，分我拿走了。我们可以往回走了吗？不行，按钮按下去了。你按吧，按吧，东西拿完就按。哦，有了，挑战成功。然后你们说你们的砖是先从铁砖开始当起点，脚论它墙壁上钻石砖，以钻石砖为主，为什么？因为。钻石砖连到黑墙嘛，黑色就是煤炭砖嘛。那砖有个煤炭砖是连到黄墙，黄就是黄金砖，连到蓝墙，蓝就是金金石砖，连到白墙、哦。所以你是说没有钻石砖的那個、前一个，它前一个没有哦，就没有颜色这样子。对，钻石砖，钻石砖。所以它的起点是钻石砖，终点是粉色的。嗯，是这一个，应该是桃红吧。你们要卡完关后跟我讲。我要去搜寻，不小心看到答案了。哦哦哦，原来你们卡完后再问我。可为什么你会看到啊？不是，我刚想要搜寻601，因为就是你们刚刚讲代号，然后就找到那个东西了。哦，这么好找吗？所以他该不会是叫我们 Google 吧？不是吧？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我们都想太复杂了。想好，我们想简单一点，想简单一点。好吧，我们想简单一点。我知道了。我来试了，啊、我来试了，我不确定。哦、啊，什么东西？啊、为什么？来，我知道我的601，反过来309，因为这个神殿倒了，它倒过来了。飞机啊！它前面的矿物到底是怎样？哦。傻眼！傻眼啊！超傻眼的。没有啊，跟前面。前面的矿物到底是有何意思哦？不是，那它是有什么意义？对啊，前面矿物要干嘛用的？他还故意讲矿物那个，该不会那是故意诱导我们的吧？好哦。所以我们在走天花板吗？这看起来不像天花板啊。可是他刚刚是开上面没错啊。啊。哎，有跳跳提升。哎，有跳提升。跳上来，跳上来，跳上来。啊！我死了。你怎么说死？你摔死了。我继续接着看、欸，这是我们刚刚那，好像是我们那时候六道门那个，对对对，六个按钮那个。嘿，我觉得书本没有翻译到那个字往下面被挤掉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被挤掉了。所以现在是哪一个门啊？所以现在应该是要去看哪里有守卫就打吧。我知道了，哦，嗯、来我这边、啊，这里要放矿物砖。哦、有啦，还是有用到，还是有用到，他跳出来了。哦，在这里。然后我刚刚拿到绿宝石砖，绿宝石砖是对应哪一个？你有印象吗？那个哈基尔是不是打在那个？哦，所以是跳上来，然后哦，岩浆门这里哦。对。哦，击败守卫是在这个门后面的守卫，应该是。好，那我来。来，杰克交给你了。铁是在绿墙嘛？嗯，铁绿墙，然后黑墙是钻石，黄墙煤炭，钻石，黄墙煤炭，我要退后一点，这应该是白墙金，白墙左边青金石，右边是那个，哎、哦，大厅的其中一个门打开了，不是这里，是大厅，打手应该在前面吧，前面的左侧吧，我猜，嗯，哦、阿弟你好像怪哦，你先长得像怪，像怪，你那个头哦。很帅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真的是这里。哎、欸，这个大厅有点潮、欸。哎，哪里？好潮哦！就很大一个啊，超大一个。如果想要观看杰克直播的话，可以到 Nono Life 搜寻844-1805哦。哦，这里有箱子。箱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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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箱子。我好想把这画面录下来、啊，真壮观啊！